学庸论语记事第十六，记事将发传语。然由记录见与孔子曰，记事将有事与传语。孔子曰，求吾乃尔事过矣。夫传语，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为？然由曰，夫子欲之，无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孔子曰，求周任有言曰，臣立就列，不能者止，威而不耻，颠而不服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，且而言过矣。胡嗣出与瑕，归欲回于堵中，是谁之过与？然由曰，今夫专与，故而进与废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孔子曰，求君子季夫蛇月欲之，而必为之辞。某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君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清，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亦来之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今犹欲求也。相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干戈于邦内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与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孔子曰，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时事奚不失矣，自大夫出，武士奚不失矣，陪臣治国命，三世奚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；天下有道，则孰人不义。孔子曰，陆之去公时，五世矣，政逮欲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子子孙危矣。孔子曰，义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又直又良又多闻，义也。又偏僻，又善柔，有偏宁，损矣。孔子曰，义者三乐，损者三乐，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道人之善，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义也。乐交乐，乐以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孔子曰，是与君子有三欠，言未及之而言，谓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谓之隐；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古。孔子曰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孔子曰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挟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孔子曰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思为下矣。孔子曰，君子有九思：四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
事思敬，疑思问，愤思难，见得思义。孔子曰：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其景公有麻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，伯益疏其恶语首阳之下，民道于今称之，其斯子谓语。陈刚问与伯玉曰：子亦有疑闻乎？对曰：未也。常独立，离屈耳过庭，曰：学诗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诗，无以言。离退而学诗，他日又独立，离屈耳过庭，曰：学礼乎？对曰：未也。不学礼，无以立。离退而学礼，闻思两者。陈刚退而喜悦，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言，其子也。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至称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。称著一邦曰寡小君，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这是张东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给您做的《学庸论语》的朗读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拜拜，周末愉快。